粗茶淡饭更长寿，这是老百姓普遍接受并深入骨髓的一种观念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节俭、淡泊名利、清淡饮食被视为长寿的秘诀，被誉为健康的生活方式。这种观念源于古代的道家思想，强调天人合一，主张人应该顺应自然，过简朴清淡的生活。因此，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。 都会尽量选择清淡的食物，避免过于油腻和刺激的食品，以期望能够延年益寿。然而，近期央视却发出了别给老人吃太清淡的呼吁，这让许多人感到困惑，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的选择饮食，以保持健康和长寿。一粗茶淡饭更长寿观念的来源和流传在。 粗茶淡饭更长寿这个观念的来源，主要是基于中医的养生理论和现代营养学的研究。在中医理论中，讲究饮食有度，主张适量饮食，避免过于油腻、热量过高的食物，以保持身体的健康。而粗茶淡饭正是这种饮食观念的具体体现。粗茶即非精致的茶，含有丰富的茶多酚等有益健康的物质；淡饭即清淡的饭菜。 不油腻，易于消化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现代营养学研究也证实，过度摄入高热量、高脂肪的食物会增加患心脏病、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。而适量饮食，保持饮食的均衡和多样性，可以帮助人们维持健康，延长寿命。这个观念在中国有着广泛的流传，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 主要是通过口口相传以及各种健康养生书籍、电视节目等媒介传播开来。同时，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，这种饮食观念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和实践。二，这一观念对老百姓的影响深远。粗茶淡饭更长寿这种观念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，这是因为这种观念不仅仅是关于饮食的选择。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选择。首先，这种观念影响了老百姓的饮食习惯。许多人认为，吃的简单、吃的清淡才能保持健康、延年益寿，因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尽量避免吃油腻、重口味的食物，而选择吃粗粮、蔬菜等更为健康的食物。其次，这种观念也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态度。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，许多人更愿意过一种简单、平淡的生活，而不是追求物质的奢华和享受。他们认为，这样的生活方式更能使人心态平和、身心健康。最后，这种观念还影响了老百姓的消费观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，许多人更愿意选择那些价格适中、质量可靠的商品，而不是追求名牌和奢侈品。 许多老年人更是为了追求健康长寿，改变了他们的饮食习惯，选择了更清淡的食物。然而，这种改变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，反而可能对他们的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。三，央视对别给老人吃太清淡的呼吁。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近日发出呼吁，提醒大家不要给老人吃太清淡的食物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。 人体的各项功能都会逐渐下降，包括消化功能。如果饮食过于清淡，可能会导致老人营养不良。央视指出，老年人的饮食应该以营养均衡为主，既要保证足够的蛋白质摄入，也要注意脂肪、糖分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，同时还要注意食物的口感和味道，以保证老人的食欲。此外，央视还提醒。 虽然老人需要摄入一定的盐分，但是过量的盐分摄入会增加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风险，因此也要适量控制。四、医学专家对老年人饮食的建议，他们认为老年人的饮食应该以营养均衡为主，不宜过于清淡，因为老年人需要摄取足够的营养，过于清淡的饮食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。这一呼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 以下是医学专家对老年人饮食的一些建议：一、适当增加蛋白质。老年人的肌肉容易萎缩，需要通过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来维持，可以选择鱼、鸡、豆腐等高蛋白食物。二、保证足够的能量。老年人的新陈代谢较慢，需要足够的能量来维持身体机能，可以适当增加主食的摄入，如米饭、面条等。三。 增加膳食纤维，老年人容易便秘，需要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来帮助排便，可以多吃蔬菜、水果等。四、适当摄取盐分，虽然过多的盐分会导致高血压，但是过于清淡的食物会导致体内钠元素不足，影响神经肌肉的正常功能，因此老年人的食物中应适当添加一些盐。五、保证足够的水分。 老年人的感觉机能下降，往往不容易感到口渴，但是身体仍然需要足够的水分来维持正常功能，可以适当饮用一些汤或水果汁。六、适当摄取脂肪。老年人的皮肤容易干燥，需要摄取一些脂肪来保持皮肤的湿润，可以选择橄榄油、鱼油等健康的脂肪来源。社会应该正确理解老年人饮食和健康的关系。 不应该过分强调清淡饮食，而忽视了营养的均衡。老百姓应该根据科学的饮食原则调整生活习惯，不仅要注重食物的口感，也要注重食物的营养价值。全社会都应该关心老年人的健康和幸福生活，为他们提供科学的饮食建议，帮助他们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粗茶淡饭。 长寿健康的理想。